吃些吃饱。好呀好呀好呀，吃饱了。哎，这里谢谢。你什么时候来排的？十点多就来排了。平常在运动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譬如说我们备赛完，我们就会觉得就很饿，因为会做一些饮食控制。那在饮食控制之后，或是比赛之后，我们都会想说，我们要好好的吃一顿好料的之类的，所以才会，我们都习惯用吃爆啊，还是说就是很累的话，我们就睡爆啊，什么之类这样。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美式的食物，那在刚好在社团看到这个发文，就说汉堡王要开，那我就很有兴趣，因为原本就只能到国外或是比较台中比较偏北部的地方才会有，那就是刚好大家就很兴奋，所以才他们做那个分享，因为自己本身就蛮喜欢的这样。左边，来左边。粉丝也有留言，各地的消费者都很高兴敲碗说啊，我们希望汉堡王赶快到这个城市来开店。那我们已经找到了彰化店，我也很高兴看到廖先生持续的敲碗，所以我们特别想邀请廖先生跟他的家人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接受我们的招待。这一家店是我们的彰化市的首家，那看到这边特别有意义，是因为大家知道彰化市最著名的观光景点就是八卦山，而且我们选这个地点刚好在县一份对方对面，我想是非常有意义，也能够对消费者能够记住的一个地方。再次一二三，耶 ！OK， 谢谢。小哥，没关系，没关系。来来，等一下哦，定格一下哦。